那现在呢，我们把剪彩时间省下来了，就可以让我们的画家们讲几句话。我唔敢讲啊，我讲呢个说话，不过有个建议，我有个建议。刚才我同阿黄梦婵老师咧，私下都倾，我话咧，我希望呢个水墨派田咧，以后每一年都要搞，唔好搞两年、三年先一次，因为每一年一次就话下一次我哋跨过呢啲画咧，唔好意思再摆出嚟。咁即係表示話呢畫展完咗之後咧，我哋馬上要開工啦。咁大家睇住進度好唔好啊？那麼還有當中還有司徒乃中先生和麥隆虎先生也是師徒，對不對？來表揚大家見個面。那麼司徒乃中先生跟我們第一次參展的麥先生應該說兩句吧。咁啊，我首先呢一次我要多謝阿黃孝培老師，咁佢籌備好三個月籌備咗呢個畫展。咁佢喺一年之前咧就睇到我幾幅荷花，咁佢話：麥生，你有冇興趣參加今日嘅畫展？我話當然有興趣啦。呢次嘅畫展，我相信得益最大係我，因為我呢個初出茅廬嘅小子，能夠同咁多名師一齊上台咧，咁你話係咪得益最大我啊？咁啊，所以我要多謝阿黃孝培老師。但因為呢次嘅畫展，我都受咗幾個，因為我學畫純粹為咗興趣，咁啊，我已經學到而家已經有九年啦。咁啊，喺呢九年中，今日有能夠咁樣嘅個大型嘅畫展，用籌備啊、出畫冊啊，樣樣都親自參與，係我從嚟都未試過嘅。所以啲艱苦情形咧，我自己已經知道。咁所以覺得冇壓力咧，係呃你哋嘅。所以但係俾我好大嘅挑戰同埋鼓勵，同埋咧係好開心嘅。咁喺呢度我要多謝幾位老師喺我學畫嘅初期。第一位又係阿司徒乃中老師、林胡輝老師同埋江立峰老師。尤其呢個司徒乃中老師，佢將佢好深厚嘅基本技巧工藝就教俾我。咁至於阿林慧老師，雖然我同佢學嘅畫時間係極之短，但佢清雅嘅筆觸同埋色水係深深俾我好印象。咁至於阿江立峰老師咧，永麗，我天生就中意美女，咁我啊諗住去美女配荷花，咁但係睇到佢畫得咁優細嘅線條精美。同埋啲顏色，由頭髮至到五官至到呢個手指，咁我學咗幾堂後，我話幫老師，我都係冇辦法，我而家老花少少老花，真係間之大老花、深老花變到青光眼，我唔學嘅老師，我都係翻屋企畫我太太好啦。咁啊喺呢度，我要特別多謝感謝一位老師，係黃慕婵老師。喺啲近過幾年咧，佢好悉心指導我，同埋啟發我，所以變咗喺啲咁嘅啟發之下，我先有辦法創作咗我而家係第一卷嘅26張畫。也係因為咁樣，我喺呢個中國書畫部係全中國最暢銷嘅書畫部，喺香港舉辦咗兩次嘅呢個幾次嘅咧中國。香港同埋外國交流展，我連續兩年得到金獎。咁前年咧就福田畫院同埋政府喺關西美術館舉辦一個選拔賽，有600幾幅畫。咁啊，中國美術館咧，北京總理派咗3位導師，從600幾幅畫揀咗48幅喺中國美術館展覽。咁我參展2幅就有1幅入選，就去3日免費招待北京。同個時間咧，就北京嘅權威雜誌美術雜誌有個主管徐先生睇到我嘅畫，個陌生你有冇興趣登到我嘅雜誌啊？我話當然，我太太都係事。我話當然有，但我而家畫少，但我畫多啲，我會寄嚟俾佢。所以呢啲成績，我要話俾你聽，我全。歸黃慕婵老師係啟發我，我先有辦法將我個面貌改變咗，所以我喺呢度衷心黃老師對話一聲多謝你。最後祝各位身體健康，日日都咁開心。
多謝各位。讓我們再次掌聲歡迎，也恭祝這十幾位畫家他們結出的畫展成功。